过于台中造势，太座李佳芬再度爱相随，大进场足足走了20分钟，但是他一上台却是掏出手帕帮先生擦汗，想到的还是另一半。谢谢，感谢谢志伟委员，好，谢谢。而且在韩国瑜致辞时还不断注意他的身体状况，手上两条手帕一度迟疑想递出，但先生的演说正讲到关键处，最后还是收了回来。关心另一半的同时，其实他的健康反而让人担心，因为至少三度拿着手帕捂着嘴，还一度咳嗽。我们如果中小企业瞄准欧洲市场，瞄准东南亚市场。不过在韩国瑜致辞结束后，许淑华 cue 到他时也立刻笑开怀，跟大伙挥手致意。要领唱哪一首歌曲啊？坚持，对不对？坚持。原本安排的是韩国瑜夫妻献唱，感谢韩粉力挺。贴心的是，开唱前李佳芬特地拿出水瓶，让先生先润喉再开嗓。好情的路，不知我等我你苦，我袂着。前李佳芬一度离场转往后台，最后才二度上台。就在一片手机灯海中，韩国瑜用歌声感谢粉丝相挺，而李佳芬一路对韩国瑜的贴心照顾，支持者也看在眼中。记者李佳慧、纪冠宏、邵玉敏、黄明君，台中采访报道。